接下来做了一杯摩卡咖啡，这里面用到的原料就是焦糖酱，这是莫林的巧克力酱，这是全脂牛奶，这就是黑芥，就先生先咖啡。准备牛奶，要用全脂的牛奶。继续的，还行吧。咖啡萃取完，开始打奶泡。温度还同样，大约是在60度到65度，也就是了，感觉到这个杯子有点发烫，能接受一点。你现在比较高端的像九八元机器，有系列它直接带温度，然后呢或者是温度也比较方便。一杯奶泡完成，这是表面。